咱们都知道火爷能够持续喷出火焰干掉前方的植物，那么如果是防御植物遇上它，套上南瓜头，谁能够坚持的最久呢？挑战正式开始，坚果。22秒，高坚果。32秒，全息坚果。25秒。原始坚果。23秒，爆炸坚果。15秒，花生射手。19秒，榴莲。19秒，夏威夷果。24秒，最后高坚果的32秒坚持的时间最长。